子怡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吓死我了！副总，谢谢。副总好，这么晚。对啊，跟秦总带了宵夜。怎么会进小洞？这里进小偷了，你赶快派人过来。傅子怡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吓死我了！对不起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给你带了外卖。秦总、副总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我没事了，抓到小偷，警察一定会问话的。我先去保安室了。